野菜啊，你都要买多啲啦。我哋仲有几包套粮，分开两日喂，好震撼啊！日本時間我諗八點零咁鐘到啦，咁咧我哋喺大久野島咧，即係兔島嗰度咧，咁啊住咗兩晚啦，咁啊聽日就要走嘅。咁走之前呢一晚咧，我哋繼續見到呢個咧，係我哋叫做拉仔啊，大久野島嘅拉仔，就係呢個小朋友，佢咧日日都係喺呢個鏡頭影到呢個木板隔離嗰度咧。在这里休息的，由朝到晚都在这里的。那今晚呢，我们一吃完饭呢，没什么人啊，趁就抱起他呢，在大髀上呢，拍下照，留念嘛，下次再来这个大个仔的了，是不是啊，梁生？是的。那下次再回来探你啦，拉仔。好啦，拜拜。
Thank you.